天我还跟一佩说，我记得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第一场戏，他演一个疯狂爱他的花季，然后就让他转角色。告仔，早起妈卡着你，你干完做？无，真好啊！阿玲平常表嫂一个人就好哎，是表嫂来工作。那婉君有看到今天早上的新闻吗？就是好朋友何一佩，他跟龙云生，你事前知道他们已经结婚吗？我知道。对，就很开心他们终于公布了，这样就不用隐瞒了，因为就会很怕不小心讲出来，就是要保守秘密，但是就很开心，就是有些人终成眷属。那一天我还跟一佩说，我记得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第一场戏，他演一个疯狂爱他的花季，然后就让他转角色。私底下有参加他们的求婚还是什么仪式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我只有吃饭，我是没有参加仪式。你算是恋人妻，结果变男人吗？就我比较难约，可是我不是人妻，对，我就有办法放假。是当然的啊，因为我这个人哦，就是有满满的爱心。好佳哉，早起妈卡着你，你干完做？无，真好啊！阿弟啊，多谢你呢，多谢你对我新创品牌的支持，我吼一定好好拼一届。若是有需要要找合伙人，麦当找我。迄当然啊。那呢，大哥哥。一言为定。我决定啊，我再找时间去拜会阿宏的妈妈啦。徐公，你嘛真无良心呢！啊，你倒咧病床吼，阿宏急到马裤红叽叽，涂骹强要打破去啊！你干呐爱人替你协调代志尔哦？就是讲啊，你听我去救妈的时阵哦，嘲讽伫边啊，看到魂拢要无去啊！你若是不相信哦，你摸伊的手看卖下，无得看。现在还冷叽叽，真是人呢。知影人手冷叽叽，搁敢放开哦？唔得给人捂好烧，看看呢，啊？哎，雪莉，你把时间以后，不如对你未来打给较好一点。我今嘛是替我未来同事啊设想，你敢袂认真？你明明就足欢喜，假假咧无意无意。啊，少强，嘲讽恭维啊？啊？哦，嘲讽，歹势，互你烦恼啊！啊，当我出年的时阵，我只请你食饭好啊！才吃吃饭而已喔，這樣你在這裡躲得久嘞？少強，之前給你安排相親你都不肯，現在有朋友啊，你就比較認真耶。有啦，你來給我一個時間啊。那這樣你跟阿宏要以交往做目標來發展就對了齁。您看阿宏的意思，我还有代志，我先来去无闲，啊，春英再跟我讲一声，大家再见。哦，哥，那这一招是给我发好人卡，所以不会搞赢。啊！人拄则毋是讲叫你出院的时阵爱甲伊通知你哦、喔，
真正戆戆娶无某呢。其实我感觉曹凤袂歹，你也是甲伊结婚，对你未来真有帮助。大哥，我是无想到遐去啦，啊，不过多谢你关心。曹凤，多谢你啦。啊，不过你当阵雪莉掠情，你敢拢袂惊？我就无想遮尔济啊，我刚刚想到，袂当让伊伤害你。你敢挡在我头前替我挡清志，未来的每一天我拢要伫你头前替你遮风避雨。我爱你，做我生活的女人。啊，不过我不能做话，你敢够要娶？我替你变宽。啊，我连你厝内底的人的醋嘛要食。安尼哦。安尼哦，我得笑你笑到无醋通好食。我妈真歹应付，你若是娶到我，可能会真麻烦哦。我若是无娶到你，我搁较麻烦。曹凤，嫁给我，咱用咱的感情，替予未来来管。金大姨。那你一定要真相我哦！我若是无相你吼，就话你用钱搞开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，熊熬算。三立严选最划算，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